停了，你15斤了，你看你那屁股比脑袋大多少呢？啊？不行，这才刚早上谁吃猫条啊？谁家小猫咪早上吃猫条？不行，不给。晚上再喂一根得了，这家伙给你叫困了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的妈！
careful, please. Really careful. Not yet. 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啊！哎呦我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！Loco. 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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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y,卷卷，你舌头吐这么长干什么？收下，舌头。你有病啊！跳到那个空调上面去，对，哎，跳过去。明，对。你康明，下来。问你点话，问你，那个他们都说你有九条命，你到底有几条命？你现在还剩下几条命？他们还说你摔不死啊，说我摔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到底能不能摔死？从十一楼，过来，看着我。你从十一楼摔下去，你死不死？
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小猫咪，在你自己占用，这是消防车道。